没有录哦。对，没有啊，我只是看哪边照相。
直接就再放回去，然后旁边给它摸一摸，摸一摸，摸一摸，加一点水。上面不用再改，不用。本来上面就还有啊，你那旧的那个泥土里面都还在啊，你旧的不是整个拉起来？可是它就我又短又小，那我就后来的是比较深啊，比较深。你下面的地方铺土就对了，再铺土啊，再铺土，然后放一些肥料进去啊。